好，谢谢。你看他来的时候是多么明显，人家扶着进来，我就刚几个穴道重复一直在做，当然我会有热敷啦，哦，我一定要有热敷，热敷的结果怎么样？大家可以看，他是我，他又来上我们第九期啊，哎，但我觉得说你不来上，我救不了你。你发作的时候，我没办法帮忙你。Yes. Okay. 你看，变一个人呐、啊。你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？出以后状况怎么样？感觉精神很好，那循环也很好，呼吸也很顺畅。那这个胸看？胸已经明显改善，没有那么闷了。刚就压这里，压这里，压这里。哎，体力也应该感觉。体力感觉很好，恢复一半以上的体力。很好，也加油。所以啊，我们刚刚跟你讲的这个开关点啊，你们要重视它、啊。这是我四十年累积的经验，来告诉你们啊、哦，这个东西是很好，而且好不好学，很好学啊。你不要记什么、啊。那今天我们讲重头戏啊，这个很多我知道这边很多家属中风，怎么来帮忙家属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。来，我们沉重了啊、哦。我们对于这个家里有中风的家属啊、哦，这个是十二万分的这种钦佩啊、哦，他们的体力精神啊、哦。这个中风后复健为什么常常效果不彰？中风后好认真、好努力的复健，为什么这么用功、用力的复健，耐心、恒心、毅力一样不缺，都做到了？为什么没有进展，甚至退步？是不是没有希望了？好想放弃。普遍的心理就是这样。我们看太多了，我们看太多了。努力的动手动脚，进展有限。一做半年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奇怪，缺少的是什么？效力。不容易看到的是成果，还是退步？这是为什么？坏！为什么？哎呀！快要揭晓了啊！但无可否认的，一般的复健啊，只是避免你啊肌肉松弛、萎缩、退化是有帮助的。可是呢，对整体的活动机能啊却没有，所以呢根本是无济于事啊！我们说句很泄气的话，无济于事四个字。复健的重点在脑部，根本不是在手脚出问题。大家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情？承认。你中风是这边出问题了嘛？你不是锁脚嘛？是锁脚有什么用？只是不让它萎缩而已啊！你一定要来刺激它，要求改善啊！只有修复脑部的伤才有希望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脑部一旦受损啊，复原的几率虽然有可能，除非要能激发神经再活化，但是毕竟是不大啊。即使竭尽所能寻求医疗持之以恒的复健，为什么难以改善？进步的理由就是所在啊、哦！所以我们要来什么？刺激脑，活化脑。那我们也对家里有这个重症的、瘫痪的、我们也发出一个哈、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哈。家有重症或重患者，一天24小时形影不离的沉重负担，精神、体力、爱心、孝心、亲情长期考验，久病无孝子哈，在束手无策之下，对不对？这个负责康复的人啊，有共同的心声啊，什么心声？我又不是专业医护人员，可是我能够尽什么力量？我能做什么？我能协助什么？他们共同的心声是这样。那这个中风十年啊，长期在安养院的哈、哦，那家属能够更好的协助方法吗？有没有安好手法吗？有吗？肯定是有嘛。怎么做？我现在讲的不是针对的哦，普遍人都有效。
连中风都有效，那代表普遍人都有效。哦，这个，但是呢，家属不能放弃啊，家属放弃他就放弃，他能感受到，家属一放弃他就放弃，一放弃有四个字，五个字啊，兵败如山倒啊，整个都倒下去了，完了，完了啊、哦，那。这个我们来教你啊，有什么方式啊？那我们必须要提起哦。其实我们手上的、脚上的末梢神经最后面的，其实都有跟大脑直接连通哦。那是很有效，我们做得到嘛？对不对？做得到嘛？哈、哦。那现在医学的角度研究呢，已经证明了，现在医学证明了，对不对？对指尖啊这些冲击啊，哦，这些活化、啊。是肯定是有效的，肯定是有效的。怎么来活化？来，这个紫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都代表哦，在我们指甲旁边，我们叫做十节穴、十王穴、十七穴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简单嘛，是不是？啊 ，easy 嘛，哈、哦，太简单了。这个要刺激，啊，照好了啊，不要转了啊。可以啊，十宣穴嘛，十宣穴，对啊，高血压是这个穴啊，啊、哦，高血压当下立即、哦，这做得到吗？哎呀，刚我们讲个临谷重先，这是开右关啊，这我发明了开右关，任何症状只要开右关了、啊，身体就差不多了。就是第一个，哦，这个灵骨重先啊、哦，大家照一下，照一下，哦，图那么大，应该是很好看，哦。还有一个太渊太冲，哦，这是我的六关哦，在网上只要写开六关了、啊，刘老师创造的三阴交绝骨，刚好是内踝的四个指头三寸。哦，外踝三寸，绝骨，这刚好一个提心一个胆经啊，这专门啊，植物人中风啊，瘫痪人必要的穴道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一个腿没腿力，我们这边敲一敲就有腿力，这就是胆经啊，这就是风势啊。哦，那我们把它放到脚上，好做，我们不要敲这里。再来，这是我的一个中风病人啊。哦，木火四穴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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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专门治疗中风瘫痪的啊，它的效果90%。哎，在这个手背的第一个指头那边，这个木火四穴。哦，再来。哎，木火四穴专门治瘫痪。啊、哦。这没有写了，应该写大一点。八关八穴，专门治瘫痪。我们在治疗瘫痪，这个穴道不能少，就刚好在指缝这两边，靠近这里，这两头。好、哦，这八关八穴，啊、哦，八关八穴，这是特效。这个中风的啊，不管你在疗养院或是回家。那中风复健啊，三件事情，啊、哦，我的累积经验，这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到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刚开始，你一定要请专业者来帮你做。那你要看他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你要学习看他怎么做，看他怎么来替你做驼步。驼步这边有很多点，啊、哦，好多区块是专门在活络你的，这才是源头嘛。你要看他怎么做，哦哦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很忙啊，哦，我们在传承啊、哦。我跟棉医师一样啊，我们不是在专门在治疗什么癌症啊这些啊，这么我们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做不完。我们是想传承，然后告诉你这个方式，我们是要做教育。所以呢，你要找不要找名师啊，有名的名啊，一定是很贵的，他不可能来帮你做这些。
你要找那个明是明明白白的明，他就是要让你知道是要这样做的，他要救众生的是要这样做的，那个名字啊，不是出名的名。好，那我们是一个教育区块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讯息告诉你这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哎呀，第二件事呀，家族啊，要透过学习，哦，腿瘫啊，或是这样啊，怎么来做？哦，那等一下我们放出，哦，一个最有意义、我最敬佩的人，他怎么来治疗他的，来帮助自己，来治疗他自己的下半身瘫痪？我今天征求他的同意，他们认为说，为了让大家可以感受到。重用者自己要的努力，不是家族要的努力，一定要这样做。哦，那我这个图是刚刚才做好的，因为今天我在处理一件事情，把它处理好。好，哦，那首先呢，这个家族一定要透过学习啊，怎么学习？哎呀，我每次都有课程啊，你要上个课程啊，你才知道怎么做啊，因为你现在学的只是一点点，不能应付这些啦。好，哦，来，我们再做示范啊，哦。当这个中风的，他可能是只有一只的腿不能动，哦，啊，有时候需要我们的帮忙，怎么帮忙呢？哦，假设他是，哦，这是我们女教官哈，哦，他是中风者啊，哦，那假设呢，哦，那我们第一个呢，要把他这边绑起来，为什么？绑起来之后，你腿就有力。第二个呢，你的髋关节不会再度恶化。中风者60%-70%都是髋关节严重移位的结果。哦，你看哈，哦，这样绑起来。假设他左脚瘫痪，来，左脚瘫痪啊，哦，左脚放在上面，左左左。假设他还能动，来，放中间，啊，来放中间，现在不好走了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，哎呀呀呀呀，小心了小心了，哎，帮他扶一下啊，不要这样跌倒了啊，哦，假设他这只脚还能够动，哦，而且他很勤劳，他可以这样做，好，来摇，摇，对不对？通过这摇呢，第一个他的膝盖啊活化了，第二个呢，这边有四头肌啊，他就有力的。哦，假设他很懒，根本就不想动，来绑起来，啊，绑起来啊！假设，其实这都是消极的啦。我等一下介绍一位最积极的人，他怎么来做的？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感动，我们都会汗颜，没办法做到这一点。哦，撑这里就好了，可以把它撑起来就好了。对，来，我们做个样子。大家看哦，哦，大家看哦，我等一下起来，我介绍给你看，这就是中风复健椅，全世界只有我在做，我做给家族的，我自己加工的啊，没看到？他这样做，有没有？他是不是活化了？家里有膝盖痛的老奶奶啊，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啊，不要只打玻尿酸啊，不要用人工关节啊，活化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拿起来，来，我再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椅子的功能啊，你们没看，你们不相信的，来放这里，大家坐下去都看得到啊，不要站在这里，后面都看不到了，啊，来，这个椅子这边有一个凹度，它会让你的背挺直。中风者90%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，怎么走路？你走给我看，你今天你这样你怎么走路？正常人就没办法走路，这就是矫正他的背。那第二个，他不会滑倒，会往上前面滑，这边挡住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全世界只有我在做，我去年做了20个，结果只有一个回笼啊。有了好了，他讲说，哎，我那个腿酸也要弄，结果就没有了，好不容易只剩下这一个。啊，我刚做完这个还起泡泡，刚做完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帮助一个
中风病人啊，看见啊，邓医怎么创造一个家庭的幸福，你们认可吗？对，我就这个理念，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这样做，透过学习啊，那其次呢，这是我们。